真的会停吗？应该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版权的问题。我们制作人有说说，国外编剧说秀做到现在，刚才中坦嘛无六千万，啊，你要还六千万，真的是很一个天大的天文数字啊，天文数字。我爱冰冰秀，因为是点啊问题，详细讲讲版权啦，版权什么问题，这嘛爱大人去解决，我无法度解决。觉得我爱冰冰秀如果没有录，真的很可惜。我告诉你哦，我真的很爱我爱冰冰秀，我真的很爱。我们每次去录影，那家人的感情，所以我真的好想哭。我也真的是好想哭。真的会停吗？应该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版权的问题。我们制作人有说说，我爱冰冰说秀做到现在，刚才中坦嘛无六千万，啊，你要还六千万，真的是很一个天大的天文数字啊，天文数字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